方便点。不急。不能点的点快了哦。快不？不飞了。不不，还好还好。来，来坐一下。还被阿四跟洗了哦，好像。哇，你也是放风筝。对。他们还不会主动有效果的。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全部要展望点最好视野最佳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待会我们会被66只绵羊直接从身上扭动起来，左手边的草坡待会在表演进行当中是完全要进空的，因为这个草坡是我们的动物所要活动的范围，所以麻烦请在我们草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请移动一下您的脚步，至少要跳到各位右手边白色的警戒线之后，至少要跳到白色警戒线之后，当然在我们草坡最顶点，草坡最顶点穿着黑色裤子还有红色上衣的小姐们，这个地方是禁止滑雪的，其实地方也是要通过的，所以这个草坡是不要通过的，所以麻烦请让我们草坡上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这里，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起见，欢迎放下脚步，欢迎放下脚步。草坡还有在杨妹妹为您旁边的这个人行步道全部要进空，包含这个白色白色的这只杨妹妹的这个贩卖机这个地方也是要进空，所以在我们左边今天草原的各位嘉宾，你们好，欢迎莅临西溪草原，观赏台湾唯一的绵羊灰秀。我们的表演即将在10分钟左右开始。为维护自身安全，避免绵羊由维持人身安全之动作，请不要挑逗绵羊或驰骋绵羊。西溪草原感性的配合。那就别呀，不要不给你。哎，哥，我搞一下。一起来